嗨嗨，放音乐，晚安安，大家的新特效。那我以后就不用画腮红就是患者没有失望，这次还失望的话就今天口红比较讨好，对，今天用的是另外一支跟大家分享我的晚餐。我今天第一次煮不是碗装的泡面，又不是煮泡，南中大土呢？什么叫做南中大土？我不是给过了吗？泡面就是泡面。男装还帅，我的努力没有白费。跟大家分享，抽到有料的呢，对，有料的呢。我刚想说，这么大碗，我刚刚在想说，我是不是水加太多，然后满到我没办法拿。我觉得是我汤倒太多。我获得了一个大碗，但我泡泡面。我一定会弄得到处都是，请大家看我吃，因为我刚刚在四十分的时候我去跑，然后就来不及。谢谢什么要爱兔兔，本身的调味包当然呢、啊。有肉的那种，好像是哦。技术很好这样吃不会不会，我只要没有拿起来吸就不会喷到，真的相信我。通常我喷到的时候都是我夹面的时候它掉下去的时候会这样没关系啦，脏了就换一件。吃拉面习得，不
知道，但是我拿起来我就不会洗，我不会那个这种，但我一定要有碗，就是一定要有靠着碗才会熄灭，不然我不会。日本人真的很厉害。为大家示范吸泡面的声音，嘿嘿，我那个酱还只加一点点，因为看起来很辣，所以我就没有放很多。有料吗？哦 Q， 有一点点。这个会辣，你不觉得它看起来就是有辣的泡面吗？看起来很咸，我觉得我已经把它弄得很淡了。我喜欢硬一点的面，不要烂烂的。我觉得烂烂的就吃起来不像在吃面。葱烧好像是哦，多少就不会太咸，对。因为它的面有点刚好卡在这个上面，所以我就加水，然后就加到满到它上面，然后就变超多水，然后再把那个料理包放下去之后，它就整个已经满到现在。吃泡面，我妈还打电话跟我讲说，现在你现在可以吃泡面，吃到爽哎、欸，很爽哦。泡面很爽啊，泡面是一个很美味的发明，泡面很好啊，去外面吃要花很多钱，泡面很好吃。热量比较还好啊，你不把汤喝完应该是还好。不用出门还能省钱，对。现在就是吃泡面的有正当理由吃泡面的时候。有小鸡的话搓一下，那个小鸡到底是要干嘛？搓到会怎么样？他有时候，
而且我不戳它，它也不会消失，它就一直卡在那里。晚安，有浪花，我有还是你们有？但我之前点了他都没有跟我讲，他什么都没有跟我说。谢谢林果的要爱兔兔，我是兔兔。大哥大，我没有这么勤劳，大家。没有衣服可以穿，很热。小姐不吗？要有这个才能搓。嗯，什么新活动吗？谢谢热气球。怎么想到要扮男装？因为我有看过那种扮男装很帅的女生，然后我就想说有没有办法试看看，是我的梦想。大家都不曾幻想过自己是帅哥吗？渣男，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起来很渣，是因为我烫卷，所以看起来就很渣。可是我不弄卷的话，我的头发看起来很不像真的。谢谢别人，我有叫刘晓晴 take， 然后柏林我有叫他 take， 他就后来就 take。听声音觉得饿。这就是吃播的魔力。感觉很轻浮。长发那位看起来比较脏。第一张的福气男。没有欸，我没有很想要把它放很大。头发要直应该就只能靠假发了吧，因为很难遮得很好。金毛其实那个不是，它就是那个光加上我的发尾，所以是那个颜色而已。我那时候还很就是错愕，因为我的刘海是黑色，然后这边是咖啡色的，这边是咖啡色，然后他们就会有点色差，你知道吗？没办法，因为我没有假发。在柏林借我假发的。小迪的那个，他那时候传给我的时候是那个斜刘海造型，然后结果他PO出来的两个都不是那个，我就想说。啊，你的那张照片去哪里了？然后他还在说，或者那个应该是假发，看起来就是假发，大家看不出来假发跟真发吗？哦，吃完了。
很油哎，它上面的那个油。那应该等很久，很快吧？可是我在开播前我就吃了，又太香了。撤，没有饱吧？我觉得应该泡面是不是一定要喝汤才会饱？但我不想喝，没有很想喝那个汤，汤可以喝啊。做球给他吃啊！哦，没有，我叫他发的、啊。我说，我说你要不要帮我转发？因为我想说，我用别人的照片很奇怪，你帮我发的，他就帮我发。不喝泡面的。左边那个是日本的一个那个最近蛮红的谐星组合，他们叫什么 ？Pickle Pop。对，的人。对啊，左边那个是我找给他的，我就半夜传给他说，哎，你觉得这张照片跟这张照片有像吗？搞笑演的呀，那是晚上的。你看，你看，我还说了。谢谢 Fly 的要爱兔兔，大家为什么都有这个特效？自己心疼。我自己存的照片，我就这样看了，我想说这个发型好像。在哪里看过？太空开了，不会，不会不开。福气呢？是哦，是哦，福气不是那个吗？看起来就很脏，扮男装，因为我嘴巴不像，嘴唇太厚了，不像男生，脸不够长。查啦查啦，气息很轻，拽拽的。
求女粉包养。包养你们啦！拿的药爱兔兔。编辑帽怎么分？还可以啦，刘海没有很贵，因为我没有烫，它现在是自然卷。现在有开冷气，不会热。是吃泡面的。你会比较 Q 弹，有吗？还是没？变下垂的。房间有36度，不开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床就是它有发热，就是我就躺在床上，我就觉得我的床垫是不是有那个暖气。热热的那个床，这样躺在床上就觉得好热。超级热。就是很热的床。直接躺地板，我应该考虑躺地板。谢谢玫瑰。夏天真的是热到一个爆炸。
板很硬，对，地板，地板很硬。听说现在在五月，对啊，夏天怎么办？七月应该会不能出门，希望七月不要让我出门。放弃发文买狂，对，还没放弃。不出门会饿死。自动关机的冷气，冷气关了自己就会醒了啦。这种天气戴口罩，这边都是汗，所以我都把口罩这样戴在这边。戴嘴，我就没有戴到嘴，戴到嘴，反正这边都是湿的。蜜蜂肚子全部这样折到这边，就少了这一期。这边什么的都，这边都还好，就是这里，这里很，我都想说我是不是要这样走路，要这样走路。这边很热。下巴有一汗，下巴有一汗。这边吗？这边倒是还好，我是这边口罩里面最热的地方是这里。长在额头，那痘痘就长在额头。之前那种不会戴，最近有戴。长痘痘，大家都长痘痘，是不是？那我下次会认不出大家长什么样。戴了面盆还好，之前因为有冷气所以还好，如果你叫我们在户外会死掉。嗯，原来我还没发文，那我刚刚是去做什么？戴口罩都认得出来，不好说啊，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reset 根本不算有看到脸，根本不是，对，刚刚去泡了泡面，对，所以我泡泡面之前在干嘛？在化妆，嗯，化妆之前在干嘛？看到脸，真的要看到脸，对，应该就是握手会了吧？我已经失语，我已经失忆了。你是谁？嗨！
山顶的朋友。可以标记一号，标记没问题。林狗要变山顶洞人，山顶洞人。认声音就好。我是觉得大家喊起来声音都是差不多。顺利。不能很抠，在心里喊，用手喊抠。隔板就只差在听不太到，以外都还蛮好的。红包收到我的限动通知了，什么时候的限动？哪一个限动？谢谢林果的红包，耶！四小时前。真的不用抢，冰箱还有两只，都乱来，现实通知乱来，没关系，我那个什么留言什么的都没有跳出来。都没跳，我不知道，我记得之前留言都会跳通知说谁留言了什么这样子，但最近都没有看到，都我一定要打开 IG 才看得到。那甜甜还存活，有存活着。用包装的冰淇淋，那个不会很难吸吗？先写花生的紫蒲的手绘，还会跳一些过期的。假吧，头发你刚才看到自己的车发了一排限动的通知。我现在在思考那个空姐的五月的发文，硬的像什么？对啊，我都很好奇那个到底是要怎么吃，是要等它融化一点吗？真的捏也捏不，吸也吸不起。谢谢你们，哎，空姐真的会服务吗？请你们服务我。请发上半身。发现好多人都有发下半身。
全身照。他的冰原本就不会硬，真的吗？请发名牌。跟进，想看全身自己买，真的很硬。对，我记得我之前有吃过一次，我也是觉得很硬。拿不动，拿不动，大家自己搬。其实冰沙超好吃。买来寄来还很久，想要先看的。天文发上半身，仙童发下半身。你都拆一半吗？自己接拳。觉得这是应该会买的。我在思考要放还是不要放呢？放一半这样子，没有刀。没有到脚，帮我皮一下吧。我看一下我颜色有没有差很多，真的好暗。我再修一下，微调一下。先涂上来就好了。怎么那看起来都这样灰灰的？留言解锁半身，然后收到大家的账单这样子。更多不同形式的，因为我觉得我，因为我其实没有拍很多照片，所以根本没有几张可以挑。限动有没有 GIF 的版本吗？你说哪一个？真的拍这么少，拍蛮少的。对，对我只有侧拍照，没有认真拍的全身照。刚才有拍，没有拍影片，没有喂。好像都没有影片，还是我把影片删掉，我就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对啊，没有影片。成长会很阿杂，三十天内已经不见了，帮你找找其实本我都找过了，我没有，没有哎、欸，没有存钱，而且我这次已经没有删掉了，我这次真的都留在我的相簿里面。
但神奇的是我还是没有超过400。放会员特，放会员特点。好吧，那就先，这个就先，这个就先不发。像我个人是觉得没什么差。甜点师的会员特点真的很棒，需要大家的支持，让我买泡面。我很想买日本的泡面，可是日本的泡面好贵，日本的泡面都要100多。谢谢怀怀的猪猪你哦，就89块，就100，贵。喜欢吃韩国的泡面，韩国的泡面不都很辣吗？是怎样交换？吃点外送，不敢叫外送，还没有习惯。买泡面塞满包包，我很喜欢那个杯面，它里面都什么东西都放好，不需要撕那个调味包，我觉得很棒。但台湾的面卖的不是日本那个，日清，白白胖胖，对。懒得不，我就是因为那个小小的也蛮方便的，外送会被拖单的。这要煮根本炸起，只要加热水放最方便，真的很棒，很赞。2、3、4、5、6、7，啊，6张，1、2、3、4、5、6。都要煮，要泡的，要炒的。对，听说韩国泡面要用煮。没有东西可以煮，所以只好去买可以用泡的，可以微波的，可以泡的。便利商店直接煮，便利商店可以直接用煮的。家里没有蛋，我为什么会有蛋？不会有蛋。介绍的那个想吃吗？可是他那个看起来很辣，那个看起来很辣，很需要友善时光，我超需要友善时光。谢谢贝卡的比心，现场泡，我知道现场泡，但是没有煮的，可以煮的机器，但没看过有人用过。蛋很方便，但我没有很喜欢吃蛋，所以还好。但我觉得蛋打在那个里面都还好。谢谢笑笑的猪猪礼物。会把蛋放那个，应该会放到发霉。放到发霉。
刚办的时候，然后戳破它。我还想要把它弄成蛋花，就是有跟没有一样。我不喜欢它是一整颗的，那个蛋黄一整颗就很具蛋的味道。不用戳戳，改成啾啾啾啾的吧。可是啾又不能臭什么东西。给你生蛋会怎么用？不用，还是会用一下，还是会用一下。可能就是吃到最后的时候把它丢进去，然后看要怎么吃。蛋黄很干，我不喜欢。没有很喜欢生蛋，生蛋沾酱。全熟蛋的蛋黄很干，一定不好吃。对，全熟蛋，蛋黄就是一个普通的东西。蛋酱没有那个味道很难，除非它有一些调味的话，就是它完全是生的就没有办法。像什么寿喜烧不是可以沾那个蛋黄？那个我就觉得还好，因为寿喜烧有味道，所以加那个生蛋的味道没有这么重。买高级一点的蛋，但是就是一整颗的那种，放在泡面里面的那种半熟蛋的蛋黄，就有那个味道，就不知道为什么。晚安呀。寿喜烧没有酱，寿喜烧有蛋黄，生蛋，沾生蛋。台湾的蛋不是，对，蛋腥味，对对对，有的蛋黄会有个味道。求这首歌名，我不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帮你查。什么哈娜糖 ？Love Letter， 图，等一下这是什么？这是英文还是日文？你看得懂吗？看不到，完全看不到。这是什么？这是英文吗？这是中日文歌不是吗？他怎么写歌名都是英文字？Love later, love later. To later, later 是英文还是 ？To a fantasy girl. 是日文，这是日文歌还是中文歌？还是他打英文？他应该是打成英文，是不是？用日文唱，对 ，Love letter to a fantasy girl， 你想起来？不像英文的，就是日文，他是硬要把它翻成。翻成英文 ，Gal， 苦内用心强，
这样比较高级感，很高级哟、哦，很高级，不错不错。小姐要不要吃青椒？这么突然、啊，这么突然。这首原本是初音的歌，是哦，是哦。我们这边会一直这边在听到的歌，没有没有看那个佐贺偶像，是那个吗？变成僵尸的那个不是？我的右耳不听话，它这边一直弯弯的。那时候看到片段的时候，我想说怎么会有人把那个人物画得很像有黑眼圈，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是僵尸，是不是？那我头发觉得好长很长，我也觉得好像很长，但又觉得好像没有很长。我想说，这样如果剪了就不是长发了，是不是？你看看那个刘海，算了啦。他那个特效到底是真实的吗？对，为什么我的衣服有特效？他到底真的？我是发生什么事？我这边有脸，眼睛在哪里啊？我一直在找哪边会很像眼睛。最近很热，噔噔噔，适合双马尾啊，不适合。晚上好哦。谢谢十一的要爱处处，拒绝透露讲，拒绝透露讲说的话，不然会想放话，因为我有开冷气，因为我有开冷气。我出门都直接绑起来了，我已经是没办法，没有办法，出门没有办法放话。
上开开一把。桶的冰拿回来吃，真的是。出门都绑单马尾。想说可以分好几天吃，结果西瓜。出门有恐慌，你提上回去。不会啊，你可以在家里做运动，然后流汗，然后就去洗澡。搜一下，没有啊，哪里？没有啊，在哪里啊？在哪里？时空，我现在没有，啥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有时候它下面会有一条，我有按啊。如果你是说刚才前面的话，你刚刚说的话就没有了。Angel 浪，戳戳戳。问浪客服杨雄，问浪客服杨衣服里出现吐了，好可怕！这是什么？
YouTube 官方上的新的影片。谁写安利影片？有我吗？我记得他没有拍影片啊。快走，25秒，快走两倍速。嗯，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嗯，很好，很好。搓，搓一下，搓完了。转租抽卡，你有看最新的影片吗？超棒的。我就记得没有人拍，应该是没有人拍。在吉米州的熊抱，超大只的熊抱。现在在吉米州，这叉叉的麦克风都要指定，都要指定的吧？就算我没有放，也要指定的吧？就是要有点神秘感，收到才会吓到啊！对，我刚刚说要发文，但是直播发文大家就。会去留言吗？无论如何都会笑笑嘛，是吗？还有动力在指定中，反身，反身。把那边当聊天室，我昨天发的还是前天发的？昨天发的文吗？昨天发的文很多人按赞，听说有人放到 PTT 上面，所以有人追踪我这样子，发了会更有理由说说服朋友一起指定，干抽名牌。搜寻到好难，事业又回来下载看。Hello 二哥，这周数应该对不上，30。为了凑套还不敢接散户的另一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接散户的零一单是什么意思？有听没有懂？追踪追踪追踪，
了啦，小小，好了啦。凑单抽纸笔，因为你的特别能凑起笔。凑单，嗯。等一下。要是接散户的，帮他凑起你的一套很困难。接散户，接散户，你说买一包的朋友吗？是吗？我买一包，然后你帮他买，什么意思？你帮他买一包，然后你要给他 DC 是吗？凑成七包抽纸笔，但要帮大家抽一套哦。那如何多？七包才能抽纸笔哦，所以是凑那个七包，是不是？买常常没买，这是没要抽纸笔的哦哦，团购比较好理解，几乎95%都会拿到零一的特点，只要纸笔乱买。买七包叫大户帮你抽。买七包自己就可以凑纸笔了，不是？哦，你想要别人帮你凑，是不是？从来都不拒绝，这么难过，拒绝林果。连两个月升学都没猜的好懒，综合喵喵，那你何必？抽到零一特点加 BC， 基本上功德就圆满，抽到 BC 就很棒。指定就没有其他。只要拿出没抽中纸笔的本子，你可以看你有没有抽到谁的 BC 啊，还是你懒得换？抽不到纸笔，这是五月的背景，比较单纯，比较好，比较有办法画。虽然我也不知道画什么，如果可以指定你还能抽到 BC 就好。叉烧很难，叉烧在日本很难。等你到了的时候，大家都已经下一个月了。特点是零以外都会中。超难画飞机之类的，因为那个笔的颜色其实很难压过去。那个图很难，除了白色、银色、金色以外，真的很难压过去。可以给你拆一张全套的特点。一套买就好。画什么都加白边，对，画什么就把边先框起来，看起来就比较好画。七八都指尖零一没有 BC， 对，这就是我宣传很困难的地方。
拿的比馒头现在好一点。是什么笔会糊掉啊？是奇异笔会糊掉吗？还是那个会压比较好上色？当天就不想上班。水性笔，我不知道哪些是水性笔，但我其实用的笔都差不多那几样，金色、银色嘛，粉红色那种。麦克笔，可是麦克笔压得过去吗？笔上位置有时候因为我奇异笔盖不过去，就是比如说你用粉红色，但是你画到黑色上面之后，你那个粉红色就根本看不到，所以涂一涂会掉。可是我们怎么可能在深写真上面用水试一试？签纸笔签坏了，可以重新再拿一张新的签。我不知道哎，但是他通常都是放，他都只给我们一份，就是你签坏了，你可能要先找到姐姐，不然的话你就是想办法先把它糊弄过去。抽签有。写字笔拿过写错字除掉重写，我记得我有做过这种事。对，涂过去，不然就把它写的更大一点。错本，抽到你已经用完，先写纸笔都没中。没关系，但是应该人生总会有一次抽到吧？机会的顺序。新的会员申请很好看，出签名开心，不会运气没了吧？总有一天会抽到。你看笑笑都抽得到了，应该总有一天会抽得到。运气。抽不到纸笔就要买圣诞贴，真的，你不如买圣诞贴。七包抽不中的纸笔如果有。再努力，买几包，下
次努力，下次努力啊！每个月都可以努力。总是会有运气跟没运气的时候。圣诞节一年一度的保底，对。圣诞节真的你买几张就有几张机，比较划算。买纸笔送 T 恤，抽到一张此生无憾。圣诞节的纸笔真的是越来越复杂，大家越来越复杂，大家为了让大家买，做了很多。指定我是重点一，重点一是指定我，很棒，指定是基本，啊你指定我七包，你去抽其他人，我不会怎么样。指定了13个成员。谢谢志伟的真情告白。四张一模一样，毕竟还是有几张会不一样。按理就刚好拿到一样的，就真的不能说什么。反正那时候就可能会两张一样，那谁知道你会拿到两张？圣诞纸笔也是不一样，抽选填写没有一，我不知道哎，应该没有吧。当换 BC 款，筹码。都拿到一样很厉害，真的。自己先洗牌，这可能我画了一百张，然后其中有两张是这样一组这样一样的，然后你就刚好拿到那两张一样的，就觉得哇，好神奇哦！鼓励大家指定你抽别人。这样你们就可以抽到纸笔。有用心，对，反正你就是。你不会画画，你就写字吗？大家自己开心就好。一张纸笔，我是不知道他们怎么抽，应该就是随便抽吧，应该没有这种什么几率的问题。
语录模式。有时候没有什么时间画，就顺便画。全身真的是能画最多东西的时候，你大头真的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头就是你签名签的，就是签了，然后还要画哪里才可以画，还可以画哪里。选颜色也是一个，选颜色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它的颜色就真的只有那几种，所以有时候就想说，哇，这个巫女全部都是粉红色，我要用粉红色画看得到吗？用也没有红色，白色好像也看不太到，然后就这样。这些头饰，对，第二个发型，黑化脸，我记得好像有说不要画太多脸吗？怕看不到脸。笑笑那张 ABC 砍凑一下，就把衣服改成边。你确定那个如果是指定款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做这种事。反正指定款应该那个人会有很多指定款的话，我把纸笔的指定款画的完全看不出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我把 BC画的完全看不出来那个 BC 长原本长怎样的话，应该会被打吧。会被投诉。我怕会被姐姐呼叫回去重画。还是很重一套，所以花没差。另外收，想办法收。油漆笔还是铅笔？我好像都不是吗？我是没有看过有人被退货，啊，就可能刚好姐姐发现错字，她会叫你重画，但通常她不太会发现。错字会吗？我记得他有一次检查到，然后他就叫他画。你有特别顺手的笔吗？我要看呢，因为有的笔它有的颜色很好画，有的颜色很卡，就是你没有办法涂满。你涂满它会被刮下来嘛，就是它没办法涂的这么满，我觉得很。我就会后悔我为什么用这支笔涂这样子。我记得我有一个月我画了一个粉红色的大蝴蝶结，我那个我光把它涂满我好像花了快20分钟在那边涂满那个，因为它一直没有水，突然没有水，然后如果你刮到前面那个的话，它就会画不出来，所以我就只能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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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快点腮红。粉红色的，以前的笔会晕开。南地可白来图是什么笔啊？所以消耗量感觉比较高，对。这个吗？这是什么？这个可以吗？金属色油漆笔，油漆笔是这个吗？这画得上去吗？还是我自己去买一支？为了画纸，去买一组。可这种又不能试用，纸笔抽下去，画上去看不看得清楚？什么意思 ？Hello， 莎拉。只要不要油性笔就好，不要油性笔。刚刚是说不要水性，现在又是不要油性。不要水性。所以油漆笔可以是吗？还有什么笔可以用？寄给你用看，我可以用那个画吗？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用那个画。如果你寄给我的话，总比遇到湿气和晕开比较好。泡泡笔，泡泡笔又是什么？什么一堆奇怪名字的笔，画出来是泡泡吗？泡泡笔是什么？你说它会凸起来是吗？它是立体的。这里应该装袋会突突，会粘在那个袋子上吗？不会吗？果冻笔，果冻笔是什么？不知道。用姐姐的，对啊，是用姐姐的笔画，公司的笔，放在公司的笔。那有什么笔？夜光笔，金属笔，金属笔是什么？怎么这么多奇怪的笔？哈、笔。彩色笔，彩色笔一定画不上去。笔先不要，干不了。升学交换日结束才收到，也晚太多了吧？麦克笔，我记得我们有麦克笔。哎。
突然很显色。我要怎么打？画在相片上的笔。相片笔。麦克。我觉得是可以用自己的笔画。只要前提是他还是笔就好了。寄给姐姐一堆笔就可以用了。不晓得，你要不要先寄信问一下？我记得有这个奇异笔。但这个压不过去。POSCA，POS， 可是不是说不要水性吗？怎么现在又有水性？麦克笔，这个海报麦克笔，画相片就不确定。看一下，我刚刚看过了，就是很麦克笔，很像麦克笔。可是那么粗的话，如果它有细的，它应该有细的吧？手机完全跑不动。反正公司的那种笔有点像我切生写啊圣诞题的那个明信片的笔。姐姐可以用。然后就发现从如果他说可以用的话，从某个月的那个纸笔的笔就会变得不一样。晚上好，晚上好。一支笔
里可以吃一层，这么贵。逢甲校餐被取消，心累。对，现在到处都取消，到处都取消。线上演唱会，现在还剩 HR 线上演唱会。Online， 不是有时候都用两种颜色叠着写？对，先用白色把那个底先涂掉，再用其他颜色画上去。好用的多半不平，对对对。六月公演能不能演？绑一起的，能不能演？反正online 应该是有办法吧。如果没有现场表演，线上应该还是有办法。放久就会晕开。哪个？你说刚刚他们说的那个吗？还是哪？还是你说我用的那个？先读掉再画。对，用久了会晕开。保存不当，是不是要放在那个防潮箱？放防潮箱有用吗？礼拜三有请假，礼拜三为什么要请假？济南，济南是最后一次。热吗？蛮热的欸，蛮热的欸，我觉得很热。晚安 ，Bear Hug。丢干燥剂的塑胶箱。带你去流浪。为了有效对抗蚊，你要把冷气下调一度，变成27。你要开到20度。应该是突然改名字。很香哎。太冷了，我们舞蹈教室都开19度，虽然它从来没有到19度，应该是没有。就开20度，没有，我只记得高中的时候，他们那群人都喜欢开到20度。我会想妈妈，是还好。开后面被睡觉超爽，穿外套上课，对，
开冷气然后穿外套，超级超级不是知道为什么，学校都硬要穿，冷到要穿外套。只有住饭店才会开冷气盖棉被。穿外套上班，大家都穿外套上班啦。限制人气文章，其实我们学校也有限制啊，但是他们就是照开，照开照开，没有被发现就开。配着告白。5月16，啊，今天15，看出看出，最近好闲哦，我是不是思考一下我之后要干嘛？直播，这要干什么好呢？最近好闲哦。直播练我还要想我要穿什么，而且地板真的穿袜子也很滑，穿光脚又很难挑，其实很困难，应该就躺着吧。对啊，就躺着。准备应该签筒，准备签筒吗？穿鞋吗？炸厨房。在家里种树。吃播，买一堆东西吃，我会胖。24小时，谁这么闲？看我24小时。看夜市上有什么可以挑战的，你们都很闲。都看多久了？最近没有看到原子杰，原咒怎么打歌？最近，昨天下单电卷棒。开多久就偷多久的薪水，用线上直播就忙死。我买了小一点的，小一点，
上一还没有换，上一个是32，然后还是直跟卷的，就是两用的电卷棒，然后我买了25mm 的电卷棒，只有卷没有夹，没有夹直的功能，但它比较小只，25公分。28、25，用来夹头发，夹这边，因为我想，因为我妆发老师说，公演的时候他说32很容易掉卷，我帮你卷小卷，我就说那我是不是该买一下小卷？所以他就说，可以啊，我买25的啊，就啊，我就好，那我就买一个25的小只的。变稀版，25公分，正常的话是，我量过了，好像是38公分，少了10公分。那我头发太容易掉直，太容易掉直。一直以来都有的吗？还是最近才？妆发老师一直以来都有，升学证的时候也有，reset 公演的时候 ，reset 公演是只有弄头发，帮你整理头发，难得周末闲。用他们容易不卷，不知道，但没有干嘛让就是直发就出去。MV 的话，没有意外的话都是同一批啊，只是就可能不同人。所以可以来写信，出现多久的信？其实可以这样说，没有错，没有错。公演的话，可以说是妆发全包。成长系的，对，就是从不会化妆到想办法化妆。你想办法化妆，有收到信吗？有，前几天有去拿。谢谢怀尔的比心 ，Taken 上我又没有买他的同款，他只是跟我说25，我就买了25的。谢谢怀尔的吻收礼，谢谢林果的吻收礼。
有时候自己画反而自己比较满意。有时候也有。遇到很累的，对对对，会，对，不好说。圈圈煮猪话，没有啊。当年是什么时候？九点，我今天真的是很废耶，大家都是用他们的，不是用我们的。噔噔噔，谢谢圆滚滚的枫叶。对，都是用他们的化妆品。他的那个两根刺啊，是同一个，是同一个。现在大家都说什么？我手机滑到早上六点，然后睡到下午三点。这是昨天的我。修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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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然后就没有干嘛。谢谢丁老的舞台公演。会做不出来，多了电脑，花个手机就三点，早上六点，最近还有做什么？玩游戏啊，也没有很长，我好久没有上抖崩，好久没有上抖崩。然后看那个，昨天看的那个什么东大什么特训班二，看了第二集，第三集还没看，这样子。然后看了那个买平板来画，不行，我要等到七月。龙樱。哆啦公，萨库拉，到了300万，好久没上，然后，滑 FB 啊，滑 FB， 很常会看到那种什么动漫的片段，就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然后看 YouTube， 看 YouTube。片这样子，一直换卡好累，一直换卡真的是超浪费时间的，但没办法，你为了要赚那个金币就只能这样子。没有。最近有考虑要回去看那个，
他的名字我一直记不起来。元气少女元杰神是这样子念吗？没有记错吗？应该是这样子。想应该考虑回去看，已经掉出500就算了。忘记谁有玩过，所以你要记起来啊，不然就是你只能回去看那个牌。还有什么啊？看抖音，看 TikTok， 这样子。台湾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小丽伟就放弃了吧，那个光要进去就要花很多时间。要怎么看牌面？它有左下角主页有一个左下角一个长方形，然后你滑它会有一个活动的列表，然后你就可以找到那个现在有在排名的那个活动，然后点进去详情，然后点那个成员看自己的排名，点那个成员看自己的。如果没有出现，它十分钟才更新一次。写笔记，写笔记，写笔记。它有400。我的 TP 男装挑战现在有4人了，请大家帮我就是收集权，收集权。很难放弃，每次玩完结束都会有排名，对。但如果你换卡的话，你就会忘记你有进到哪里。没有好笑。但是会掉出500万，对，就是很难坚持，除非你一直玩，坚持玩。布丁好像有兴趣，头发的不知道会传到哪里去。小迪没有 tag 嘛，所以圣柏林那三 tag 的那三个，如果有一个有的话就好。反差大一点的成员。为了是外国人，像这样 take 两个，对对对，如果还接得下去的话，就应该可以再撑一阵子。但是因为现实动态只有24小时，所以我怕大家会忘记这件事，怕大家会忘记这个挑战的。因为大家没有每个人都会有假发这种东西，所以真的要花很多时间想办法变成男生是蛮难的。放精选，善用滤镜。
本难的。现在应该大家都很有时间吧？现在应该大家都蛮酷。人家压力，对，他想参加就参加就好了。把头发全部绑上去就好了。师姐，我现在不方便，不方便，疫情不能吃他的便当。看大家有空的时候。把肉肉当平时，你们少了吴奇慧这个人。便当不能放小番茄，谁会在便当放小番茄？要么就额外拿出来放，哪有人跟便当放在一起？草食系，草食系男。病态，看起来就是很弱的那种，很弱的，一推就倒，走一走就会跌倒。虚弱型。天早就爆哭，眼镜仔，宅，读书仔，躺在旁边了，等一下把它拿去掉掉。一切动作夸张。九点了耶， yeah， 大家，夜晚正要开始。
开始。明天生日 Dima， 恭喜明天生日！哎呦呦呦，我要重。今天第十名是法兰生，谢谢法兰生，耶！第九名是落日一笑笑，谢谢落日一笑笑。聊到早上，你到底怎么搞的？灵活度的时间开始，对呀。第八名是十一，谢谢十一。第七名是阿基拉，谢谢阿基拉。第六名是林果，谢谢林果。第五名是 Fly Fly， 谢谢 Fly。第四名是杜，谢谢杜。第三名是丁老，谢谢，生日快乐。第二名是怀怀，谢谢怀怀。第一名是吉米桌，谢谢吉米桌。反正最近没有事情，不需要早起，我们就不需要正常时间睡觉了，大家。但是一直都是睡到中，没有停班停课，辛苦了。我没有，我什么事都没有。有睡就好，有睡就好了，有睡八个小时就好。在异军冒险上班，加油大家，请照顾好身体。不会了，也许不会了，不会有了。对，已经没有东西了。辛苦，辛苦了大家。等一下做什么？我等一下就。看 SSK 啊，要不要陪我玩线上游戏啊？辛苦了。先洗碗，对，要去洗碗了，不然那个放太久，我等一下应该很难洗。二花生存证明，好的，好的。下礼拜见，礼拜一见哦。今天也很开心，谢谢，晚安，晚安。有电脑没有电脑，用手机。那个是干嘛？不是跟我玩。我的 Switch 被我妈 A 回宜兰，可恶！我现在是没有东西。礼拜一见，对，礼拜一见。晚安，拜拜。